东哥家连麦了。哎，你说哥，你俩咋又吵了酒呢，大哥？他总点着我，总磕着我哥。拉倒得了，都鸡巴老哥们儿。拉倒，完去趟一趟，就拉倒得了。哥，你听我说啊，咱凭良心讲道理，哥们儿干仗。说正儿八经的，说在这个互联网干仗也好，现实当中干仗也好，咱永远都是说干仗的时候，咱基本上就是说老人也好，现实也好，咱干仗从来没刮了过家人，没刮了过父母，对吧，哥？是。你说上来就一句话，说给我媳妇儿睡了，你说这玩意儿，你说你要我那边两边，我要不来吧，又鸡巴又鸡巴那么多事儿，对吧？嗯。我能明白，有的时候吧，让你就是两面挺难做的。哥，你就是个儿，你给我整的特别尴尬，每回出事儿都给我夹子，你给这帮人夹的，结果腿都跑鸡巴细了。我知道，你这么那个啊，你就个儿带个儿就行，我俩之间就是，你就让我俩个儿撕吧就完了，行吗？能拉倒就拉倒吧，咱们就是咱们认识多少年了，是吧？认识那会儿认识多少年？但是我跟人家说，就是见着见面，你听弟弟说句话啊，一个人一个处吧，说他跟你处的好，会跟你处的好。跟我处啥样是跟我处啥样，说对人都有好有坏，对我这个人论哥们来讲，他没有面子一交，这是我就当老弟的说句话，我不知道对不对啊，欢迎我大哥。